好，那我们现在用这个庸子走一波。清规两卡，为啥有体力药水不用？好，我等一下用体力药水。好，这边全消。想看鸭子通关，鸭子上啊，不能全消、欸，要六 combo 啊！啊，抱歉抱歉，只是为了捡 CD 用而已。啊，要六 combo 啊，第一关特别麻烦。不过他已经帮你用好一 combo 了，所以哈、啊。哦，我发现那个庸子的执照就可以打死他嘞，这什么啊？太烂了吧！OK， 哦，很棒。然后他的血量有多少呢？说出来吓死你们。465万，庸子智商差200万，这啥、啊？要消木珠是吧、欸？可是我觉得我不用开龙科哎、欸，应该直接庸子开一开就完事了。然后现在这个他有300多万的血量呢，真是吓到我啊！是时候该用岭北通关了吧？岭北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有点东西，早知道开关庸子，有没有传出？太过分了，这样吗？殊不知我有一堆庸子了，开不完，差点没下着。好，直接天降到爆，再走。下一个是什么？冻结反弹。哇，这边就比较过分了，敌方有700万的血量，所以我们要认真应对。冰冻珠整版消，酷吧？感觉庸子这做球给庸子吧？为什么复刻地狱级都做球给庸子啊？太不公平了吧？现在不是什么七大罪改本吗？怎么还是在天元的推广期啊？太奇怪了！你看那最好的证明是什么？最好的证明。就是你看一堆出一堆锁定，整版锁定，整版冰冻，这不是摆明就是对着庸子来的吗？然后再来王冠就更过分了、啊，王冠那个隐身盾，你说这不做球给庸子，做球给谁？对不对？啊，真的是，天元已经很强了，不用再做球了啦。你看，在还王冠还带个冰冻，你就知道，轰一下200万，对不对？还会不倒意志的，没事，还是得死。就来一个超完美食 combo 做结尾，来看一下这队的极限爆发。敌方这边就很扯了、哦，有900万的血量，是整场最高的，所以我不得不拿出真实力来应付一下了。900万呢、欸，真的打得过吗？打得过的话，就证明认识庸子是一线的队长，对吧？地狱级，当期地狱级都挡得过啊，没有复刻地狱级，当期复刻地狱级，天哪、啊，这证明失业吧，该抽了吧？哦，抽不到啊！你看这庸子都能过了，而且还逆天过，
这关卡王冠都是水属性的，勇者都能过，绝对是一线等级级别的队伍。天元不倒，厉害吧？临时哎、欸，第一次打就临时了。